吃啊，吃吃吃吃。您前面结账。带上来。嗯，吃啊，嗯，来吃啊。来，坐着。春来老哥是吧？我看你在这市场里转悠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手啊？给我们看看。我有一只孩，不晓得值钱不值钱。孩子，鞋，还找这个？我还以为卖孩子呢。什么鞋？大哥，您至于吗？您让我看清楚点啊！六哥，加盘肉。好嘞。春来老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鞋要是有讲究的话，肯定能卖不少钱，是吧？到时候天天吃肉都没问题。来盘上脑啊！哎呦嘞！哎，六哥，这肉切不错啊。慢慢吃啊，谢谢您。哎，那个还没熟呢，还没熟呢，没熟呢，吃完了再说。天天吃肉，我该够呛。我的理想就是，把我这个孩卖个好价钱，回到我们老家，我娶个婆姨，生个娃娃，我的人生就完美了。你们那儿怎么讲来着？叫？米脂的婆姨，绥德的汉室，你这鞋要卖一大价钱，分分钟娶一米脂的婆姨啊，是不是？啊？啊？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您这东西得让我们在手里看看呀，不看清楚怎么给您开价啊？是。您这孩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们这个地方叫古莲县。最近几年闹大旱，我们那个村长就说要打了旱魃才能下雨。旱什么？旱魃？旱魃，就是打旱谷庄。解放前啊，好多偏远山区啊都有这个习俗。你接着说。我们就在我们村的东边。挖了好几天，挖进了一个可大可大一个棺材。马大胆儿，盼哥把这个事情说出去，就在那个尸体上拿了一只海撂给我了，说是封口费。不过，当天晚上，马大胆儿和他的棺材铺还有十几个兄弟就让雷给劈了，所有人全部被劈死了。我觉得这就是老天爷惩罚他们了，那一个个劈的黑溜溜的，跟太阳一样。您这故事啊编的是真不赖，就是我必须承认啊，在淳朴的劳动人民当中，像您这么能白话的我是头回见。骗你个是王八蛋。不是，你怎么还急了呢？你哎，好呀，这样了哥，听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没想到你这绣鞋的来历这么曲折。不过刚才我也看了，我是真没想到几百年一双绣鞋能保存得这么好，确实少见。之前呢，我也见过几双，那缎子面啊，都跟那树皮似的。不过呢，咱这古玩行啊，讲究个全，就什么东西啊，你越成套越完整就越值钱。您这只有一只啊？是，您这一只，现在顶多算残。
哎，老板，你刚才说我这是还几百年了，是不是可值钱了？哎，这老哥，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们哥俩呢，这生意啊，其实也挺难做的。您也都看见，我们俩这肉啊，吃的比您都多，太长时间没见着肉了。吃完这顿，下一顿荤腥还不知道在哪儿。这话说进去，不太好意思啊。我刚才打眼一看，您这东西确实不错。您在这转悠好几天了，这东西值多少钱？您心里应该有个数吧？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呢，带您去见一个我们专业上的朋友，让他长长眼，开个价，既不亏了您，也不偏了我们哥俩。您看这样行吗？大哥，我这么跟您说啊，满市场您打听。啊，要说做生意，像我们哥俩这么实在的，没有，真的。春来老哥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对农民兄弟是特别有感情。您都不知道，当年我们家老爷子那也是为了中国农民得解放，毅然放弃学业，投入到革命道路上。哎，真是老革命！我爹那是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呀。是，就不说老爷子，你胡言那。正经的根正苗红啊！嗨，我就别提了。但是就连中国革命都是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，才得到最终的胜利。所以我现在就敢拍着胸脯跟您说，我不会因为您是从农村来的就蒙了。这您放心，他绝不认蒙，真的。反正信不信由您啊，门就在那儿摆着。您可以马上拍屁股走人，找别家去要。这顿饭呢，就当您大老远来到北京城，咱们相识一场那是缘分，我们请了。但您可想好了。只要您出这门，您想回来后悔那来不及了。这种事儿没二番回头，真的。反过来说，您要是信了，就冒惨了。不是大哥，我哥俩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您还不信我们吗？给您来块肉。谢你，哥谢你，老板，我跟你走，走。哎，哎，不不，哎，大哥，这顿饭我请的，哎，啊、不是我掏的钱，老胡。怎么回事？我嗓子不干净。六哥，给我拿一勺，哎，我喝碗汤溜溜味儿。